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，我是 Michael， 我好久没有跟大家录 video。我今天找我的一位女性朋友，然后我找一下她做一个采访，然后关于一个街舞的采访，然后我现在过去找她，让我们去接她吧 ，Let's go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车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车？我看到你脸了。原来看脸了是吧？OK， 然后等了很久了吗？不会啊，还好。OK， 来吧。你在哪一课？今天没课。女一的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谁？终于开始进入主题了。这届舞报有看吗？然后给你感受怎么样？这一季有看，这一季的感受就是，出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舞者，还有一个就是赛制的变化，更考验一个舞者的综合能力。四位队长，你都最喜欢谁？然后有没有哪位舞者让你兴奋？有啊，最喜欢的四位队长之一就是易烊千玺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对舞蹈是有想法的，然后比赛很重要，但是他觉得他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，就是他觉得说出一个好的作品让观众留下印象是更重要的，然后喜欢的舞者肯定是不是求婚舞，是那个春风吹。对啊，被人叫求婚舞。广州有的学。啊？广州有的学。在哪？嘉禾舞社。谁教？就是帮跳的一个，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帮跳，在广州的。就除了 Frank Lee。Frank Lee 之外，小海啊。就是一块肉肉的是吧？那个松的。不是犬，而不是累。Oh, 我是喘，我不是累。我不是喘。你这个港口，那还有谁呀、啊？那里面？阿 K 呢？哦，阿 K 很早之前就喜欢了，他在那个什么这些街舞台的时候就很喜欢。所以这里是街舞综艺的忠实粉丝。是啊，每期必看。三刷，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星期六晚上。觉得现在国内这培训机构这么火爆，到处有教街舞的或者是少儿街舞的东西，那你看到前景是什么，或者是现在什么感受，或者是你教这么多年的一个就经验来说，哎，就是它的变化点是怎么样？早期到了，其实街舞培训的发展现在是往上升在走，以前你会看到很多家长不了解这个东西，甚至是反对自己的小孩学街舞，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但是现在因为节目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因吧，让这个街舞的发展就是受众群体喜欢的群体会越来越多，包括培训其实培训机构的上升，除了节目跟这个文化推广之外，还有就是现在国家政策在支持，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发展会越来越好。 Diss 的一些机构的梦想，或是 Diss 一些舞者吗？比如什么什么爵士什么，那些有一些培训机构，爵士是属于街舞的，那爵士就是爵士好吗？你知我知大家知，逼哪个舞种的男生比较猛？猛啊！啊，不了解不了解。不是很清楚，不是没有尝试过，就没有每个舞种的男生都试过，
体能啊，我说一起练体能。哦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们就没有一起练过体能？体能这个东西不知道。正经的，就是平时一起练舞，平时一起练舞的男生来说，肯定是 breaking 跟 hip hop 的男生相对来说体能会好一点吧。而且他们很肯练，很肯练体能。你在开车，但是我不想上车。男生跟不跳舞的男生有什么区别？然后。哪个会比较花心一点？哪个渣男会比较多一点？第一个问题什么来着？跳舞的男生跟不跳舞的男生，你觉得有什么区别？就像你跳舞的女生来讲，跳舞的男生比没有跳舞的男生更懂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坚持，是那种知道自己某一个方面要什么东西。然后也在做，就往自己的初心去走。对，就熟悉计时。要放松一些。就熟悉计时吗？熟悉的计时啊！你说是哪一家呀、啊？我怀疑你又在开车，我就是不是啊。那你有熟悉的计时吗？你用的是男计时多还是女计时多呀？男技师比较多一点。哇塞，没想到你还好这口，花心跟跳不跳舞这是两码事。你这个人要是花，那就是一直花一直爽；他要是不花，那就不花了，跟跳舞没有关系。看着就是跳街舞的女生容易交到男朋友，不容易啊。不容易，为什么？没时间啊，每天除了练舞、教课、练舞。教课吃个饭都不一定有时间，所以还是有时间可以社交了。有时间是肯定有时间，看你要不要跟这个男生。对，看这个男生有没有有趣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有趣了。我没有说自己很有趣啊。今天这位女一的戏有点多。哎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本期采访视频，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下方留言了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街舞的男生渣不渣？肯定要说不渣，渣我还活得下去吗？这个圈子。